我想去看电影、吃牛排，是龙田东城出入月梅四所国小近200位学生的圣诞愿望。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、秀泰影城、宏品集团以及高雄参与学校苏国尧教授担任2014云端爱研计划的圆梦天使，在4月7号实现孩子的愿望。所以你们要不要有梦想？要不要？要，一定要有梦想的。你们一定要有梦想，而且要怎么样？要勇敢的去实践。遇到困难要不放弃，要为你的梦想坚持。这天，学生看完电影后，会学习高雄参与学校苏国尧教授安排的西餐礼课程，并享用平常不容易吃到的牛排。黄清海、徐祖珍采访摄影。